特别新闻报道，大角咀有一层楼发生怀疑气体爆炸意外，消防人员15分钟内将获命，一名女子死亡。你突然这么关心我，做了亏心事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你有问题。为什么你能一次又一次这样逼我呢？